Thank you.
哥来。天龙盖要派地虎啊。今天用这支拍蛮顺的，太久没用了。起码手点好就刚好可以操控，太重了拿不动。不要，我只要不受伤。
也会来我们的这里。对啊。那李信仁，你认识吗？李信仁认识啊，光华的老师啊。现在有打吗？很久没打了。他应该有去别的地方打。我在别干趴了。之前一直都有去合作那边打。哦。可能也没有认真打。其实他的球比。他的球比较难打，他的球变化的啊，他的球变化比较多，他的杀球比较难接，要想比较好接，要想因为每一颗都一样，他的会变来变去，然后有时候很强，有时候出击，会强弱会变化。跑不动，很少来这边跑。